好，这个呢，提花就是每个地区都适用哦。好，这一件呢，微透微透的 T，让大家卖得下下叫，真的很多很多。好，原来大家喜欢这样的提花。第一个，除了它是微透的面料，它是有磅数的，所以不是很薄。再来呢，这边是做一个镂空式的，在现在这种季节非常适合。再来最特别的，其实是在它的侧边。侧边肩前侧最不一样的、最厉害的地方在这边，侧边帮你盖上了屁股，然后呢斜切角上来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造型。然后它不一定要穿一字领，你要斜肩当然是可以做到，一字领也是格外的好看，就看大家自己。好，屁股呢一样帮大家盖上喽，一样帮大家盖上，很韩风的感觉，因为基本款嘛，大家都会买这种基本款。但是妞妞很喜欢出基本款，但是呢我的版型又是特别，有没有看到这边？不会让你露到肚子，还有距离，不用担心。但是侧边真的很漂亮，这个大家都是黑白一起戴，它就是很简单，很简单，而且你也不用扎，整件大概是这样的概念。所以呢，S M L 都可以穿。我最喜欢是它的侧边啦，我觉得侧边真的很漂亮。这次选用这种比较休闲圆点的，有没有？你看这边一样非常好看，然后这边是镂空的，所以你说到底要买黑还是白，就是两者都需要戴。因为这种上衣其实它没有分什么季节，在秋天的时候你也可以穿，在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当内搭，然后呢也不会很短，也帮你遮住屁股，侧面又好看又微性感。只要搭个小围巾啊，简单的格纹花一点的东西都非常非常好看。